我靠，这个什么鬼？就是我想摸女高中生的大腿。大家好，我是 Kevin， 今天我请到了两位特别的嘉宾，这位呢是生活区著名的 UP 主伊之濑。伊之濑，你介绍一下自己吧。大家好，我是伊之濑 Asuka， 来自日本的哔哩哔哩生活区 UP 主。秀云，介绍一下自己吧。大家好，我是 Kevin 的妹妹秀云，来自韩国的釜山。他们俩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俩的日语都很好，因为伊之濑是日本人，然后妹妹在大阪留过学，他们的日语大概在这里吧，然后我的日语大概在大概在这里大概在这里。然后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之前在推特上很流行一个语言叫伪中国语，这个伪中国语呢是一个不像日语又不像中文的一种语言，所以我们今天三位呢要一起来猜一下这些伪中国语是什么意思。 Let's go Let's go。 我们第一章呢从我开始，每人看一句话来翻译。第一句，我风悠歌，简单简单，我风悠歌就是像风一样优美的歌。我现在心情很好。对对，算你对，算算我对，谁都不知道。大家如果知道，记得给我们留言。下一个，我妹妹，轮到我妹妹，妹妹加油啊！我加油，加油加油。下一句，我时请曹时，请曹也。Oh my god， 我都看不懂。反正那个吃的睡的就不太好。就是我觉得是我吃睡洗澡吃睡洗澡。啊，过的都一样的。现在轮到你了，我腹痛，今不心也。我肚子痛，我肚子痛，走路也很辛苦。啊，我不心也，这个很简单。对啊，很简单。下一句轮到我了，少步治愈，少步就是少走路，治愈就是早点好起来。对对对 对, 对，是吧是吧？下一句轮到我妹妹了，这个我超钦佩。我这个知道吧？是什么意思？我超就是心败，心败就是心败，担心的意思啊。我超级担心，我很担心你，我超级担心。下一句轮到我了，快变，快变就是很方便。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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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应该不是。我很担心你快点好起来。不行，你不行了，你真的不行。等等等等，话题呀、啊、话题。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快点去大便。对对 对, 对，是这个意思吗？对、啊、对、啊。下一个是伊之濑的。乳制品良好，乳制品良好，吃乳制品比较好的意思，因为他肚子痛啊，然后吃乳制牛奶啊酸奶的话会知道了知道了，很好。下一句我妹妹，乳酸菌复良，这个知道了，是什么意思？乳酸菌就对那个肚子好、下一句轮到我了，我们先看下一个图片，自动饭壳机前进，这个很简单，我现在在自动饭手机前面，哦对 OK， 现在到一直来，和买，买什么？买什么？这个送分题啊！然后轮到我妹妹，黑色碳酸饮料，希望。我想买那个可乐。我想买可乐，没错没错。OK， 现在我了解送分题。下面一直来那句是我大便感谢黑色碳酸饮料购入者君。我超级感谢你给我买可乐。啊、哦，对对对 ，OK OK， 妹妹赵爷。就是テレル，就是害羞。害羞，对啊，害羞。轮到我了 ，OK。夜间勉强开始中国语，没问题，我晚上开始学中文。对对，耶、下一句一直来的，了解，燃炸我，其时间出来起不安。我靠，我看不懂。这句话好难啊。我担心明天起不来的意思。啊，我担心明天起不来。那个是九点。对哦。下一句轮到妹妹了 ，OK。不出来场合西方可能。这个我知道了，如果你不出来的话，对，那 yugata 就是晚上的意思，晚上也可以啊。你不出来的话，晚上也可以。Okay. 下一句，今日购入白色日的礼品，简单啊，今天我购买了白色情人节的礼品，对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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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OK OK OK， 下一个一直来，基本千代古灵堂的对的直段，我发现你抽到的都是最难的。上天果然是公平的，对呀、啊，公平的啊，我知道了，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啊 ！Chocolate， 哦 ，Chocolate， 一个一个拿出来 ，Oh my God！ 我靠，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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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张，今日牛冻不牛冻，这是我的哦，很简单，今天吃不吃牛冻？对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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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句是伊之濑的，三日房主，我发现你抽到的都很难，我读都读不顺，三日。房主就是要坚持，每天要加油的意思啊、哦，每天要坚持加油的意思。OK， 厉害啊！下一句是我妹妹却面白，理解呢？这面白就是我们西里就是有意思的意思。确实有意思，就很有意思。然后呢，可以理解。Oh my god！
下一题轮到我了。金曜日的话，金曜日是星期五，嗯、星期五喝酒的人比较多，对吧？嗯、下一句，下一句，我靠，这个什么鬼？一只赖的，我欲触女子高升的大腿 ，Oh my god！ 就是我想摸摸女高中生的大腿。个人。不是我的频道是很健康的，啊、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下一句是我妹妹的，真的想然是犯罪。啊，真的想摸那个，然后不过这个是就是犯罪。OK， 我嫌手定牢屋死刑，牢屋嘛就是监狱嘛，就如果真的摸的话会被关进监狱判死刑嘛。对，下一句我触自己的大腿，我慢我慢。我摸自己的大腿。然后忍耐忍耐一下。对对对。那今天呢要非常感谢我的好朋友一只赖跟我的妹妹跟我一起录这个视频，然后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然后一只赖你的频道叫什么名字？叫一只赖阿斯卡。然后呢我也会让我妹妹以后多来我这里做视频。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Peace。